这是根本古道第五天的行程，也是原则上的最后一天。但是 MIT 台湾制一向没原则，谁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出根本没有路的根本古道。离开佐藤住在所之后，这条古道就把踏勘登山的各种状况一一铺展在我们眼前，就像终极的登山考试，一条一条的难题等着我们解析。除了古道专家和原住民，据说还曾经有个大学的登山队伍踏勘过部分古道。但是几年来风灾水患，路况更差，我们等于重新开辟了一次根本古道。偶尔回顾所来境，真让我们不敢相信，五天来一行人竟然能够走过这连绵峰峦，踏过连野生动物都会断魂的荒原山径。文献记载，日据时期人们从佐藤走到根本只要一个多小时，但是单单这一片崩壁我们就险象环生，用掉了一个多小时，而根本住在所仍在云深不知处。这条路是徒步旅行者的终极挑战，是一条根本走不出去的根本古道。岩壁感觉度非常非常的滑，不过岩壁看起来好没什么地方可以踩哈。对啊，感觉很滑，而且还有水流过痕迹。对啊，应该会更滑，不好玩。怎么越来越难走啊？对啊，越靠近根本就越没有路。嗯。太阳大哥跟奶大一人一边，你看不出来他们要怎么弄哎、欸。嗯，因为没有绑绳子的点，所以必须要拉一些踏脚点。可是懒散已经过去了。OK 啊、哦、，OK。哦，这个临时的独木桥，哎，走的话我看也是蛮恐怖的，啊、需要一点胆量，因为这下去也是蛮深的哦，很小心的。不要踩下去，这个就是你们的护栏呐，这个就是你们的护栏。让大哥我跟着你啊。不要踩那个，对不对？对，那个只是辅助而已，对不对？踩那个石头就对了。走，你看啊，这个是桥，有当护栏好了。是踏石头就好了，是吧？对对。哦，那是一个护栏。那个都可以踩，那个踩那个都可以踩。都可以踩，对。那木头那个多，都可以踩。我用口把式的上去。口把式。对。小心哦。会不会很滑？踩我就不会。很小。OK 了。可以可以。右边那个石头是空洞的，要注意哈。那个木头的头可以踩。然后前面的松动的石头不要抓。可以。踩上踩上就好了。来，阿成来接摄影机。啊，这个脚架要不要顺便传一下？来，顺便来。一个传一个哈。哎呀！哦，小心了，传过来了哈。什么？那是活的哦，活的哦，那是假的哦，假的。它只是保护而已哦，确保不能踩哦。这个不能踩哦。它要确保不能踩，它要做来确保要踩下面，你左脚下面那一个有水的可以踩，不会滑。能推吗？
飞了。这真是身如柳絮，灵虚度空。想要靠这两根轻飘飘的木头挡住连人带背包近百公斤的重量，那纯粹是一种心理安慰。幸好大家都还知道轻重，没有人傻傻的把性命托付在上头。那是民国1996年12月21号，当我们靠着两根木头保命的时候，家里的厨房正热着汤圆等我们回去过冬至。只是一行人被悬崖延宕了许久，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赶在冬至之前回家团圆过节。孩子，后面路怎么样？你过这个石壁的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不是还有大封壁？那个是到根本过来，根本过来。啊，我们今天不是要通过根本吗？嗯。啊，之后这边到根到那个封壁一路还算可以。嗯，还可以了，可以走了啦。哈没有石壁就对了啦。没有石壁，只是有像不像、那個、只是有土坡啊，碎石之路。哎呀，障碍有，障碍物。海塞刚才说，还想了一下，还迟钝一下。我可以相信你吗？你不相信，回去好了。好，再走回去是不是？不要。啊，蛮恐怖的，步步惊魂。果然姜是老的辣，莱萨一句不相信就走回去啊，就足以堵住了一切怀疑的声音。有些事他就是回不了头。就像止不住的逝水，换不回的青春，或者走到第五天的根本古道。其实莱萨谈到路况时的犹疑吞吐，我们都知道前途一定险恶，但谁又愿意重走五天来的坎坷波折？事实上，每条道路修筑好之后，就是逐步迈向衰老颓毁，一旦失去维护，路况同样一去不回头。只是我们根本没想到根本古道可以如此险恶，有些生灵甚至在这里踏上了生命的不归路。走一走，看到一幅古海，对，长海，这应该是长中山羊吧？这不是，这是长中山羊吗？对，真的、哦。老赵，你在演什么？老赵，是啊，是三枪的路哦，对。把它拆掉好了，那个已经没作用了了，坏掉了。不是，咱们已经抓过了嘛，三江煞。长中山羊这个骨头，这个就是长中山羊。长中山羊属于牛科的哈，你看它的特征就是这样，死掉浮上。那个牛角也会这样，它会自动脱落。对对，就是中间可能有一些那个什么肉质之类的，那就烂掉，就跟那个骨骸。那像鹿它就不会。水路它就不会啊，这副骨骸还蛮完整的，看起来好像是去年的，你看它已经腐蚀了。这边风化，你用这个脚来看的，是不是？那今年的话，大概会像那么新，或者说这只脚在那边挣扎的时候，有磨到，磨到或者受损，还是中到陷阱，是不是？对对对，刚才看上面有一个那个，上面有一个那个钢索，钢索哦，还掉了一个脚的骨头在上面。因为它上陷阱，那个脚挂在那边悬空，它死掉之后腐烂分解掉掉下来，所以骨头就从上面这样滚下来，那脊椎骨还在。对啊，山羊是那脚比较特别啦，不像大哥刚刚讲的是牛科的嘛，牛科，所以它的脚是不会脱落的，它不会换脚，不会换。像你刚刚说那个水鹿啊，水鹿它会换，它每年都会脱落的。或山羌它是鹿科的，牛科的就不会。为什么这边会有皱褶？年纪越大，它这个皱褶这边会更长。哦，所以有点像树的年那个年轮一样，是不是？可能就是岁月的痕迹，像我们岁月痕迹。它的脚还有特色哦，它是中空的，所以它又叫洞脚，山洞的洞。哎，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烟斗啊？我倒觉得很像那个，好像慈禧太后。对的，慈禧太后那个哦，那个假指甲有没有？瘙痒，哎，对吼，对对对对，果然。哎，我们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对啊，不要再钻羊角尖了。长鬃山羊又叫台湾山羊，是台湾唯一的野生牛科动物，原本在海拔200公尺到3500公尺之间活动，现在退守海拔1000公尺以上，还是逃不掉猎捕的威胁。我们把它吊起来的那一部分遗骸放回地面，愿它安息。当年大概是路况突然恶化，
放了猎具的猎人懒得回来取猎物，才让山羊曝尸荒野。如今这条让山羊断魂的古道，虽然不至于让我们魂断于此，只是偶尔回首前尘，看到五天来的万水千山，真有黯然销魂之感。上面没有路哈，文祥大哥，切太高了哈。古道长这个样子，我以为生地要高绕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往下走就对了。回到原点再找路。这个也没有他们上来的痕迹。啊。对对。我以为高粱他们全部在上面呢。他没有。上面只有一个人，一个人而已。往上切太高了，好不容易爬上来，现在大家又要切下去了。错路了，对不对？嗯。刚才那个，我帮你接脚架那里。那路等于在下面，是不是？啊，对对，一定在下面。要路基吧？根本没有路。哪里呀、啊？下面，下面。下面。下来。你爬太高了。急着想跟家人团圆的高粱哥一时疏忽错过了古道，让大伙儿多爬了一大段路，才发现迎接我们的是峭壁悬崖，只好循原路陡下。高粱哥吃力不讨好，交棒给莱萨的孙子奕晨开路。不过即使回到正途，路也好不到哪儿去，古道还是以根本没有路的形态考验我们的意志，脱模我们的行程。辛苦了、啊，不会。高粱要先跑了，高粱。你看人家一层带的路都是水平的。对啊。你带的路不是拉绳子，就是过木头。不是，因为我的脚印在茅草里面了，你们要打开。我的脚印在里面，你们脚印在茅草里面，脚要打开。不是脚印了，脚印在茅草里面。行进的速度很慢、啊、对，他们一面锯一面砍，对啊，那个藤蔓一直阻碍。地上有青苔，很滑。路程不长，可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很耗体力。嗯，真的不好走。而且真正难走的路都拍不下来。对啊，因为没有办法拿摄影机。所以我们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刚才又在前面了，所以可能又要等一下。哇，一个月休息两个小时啊。这藤子不好砍呢，哈。前面这段路很密哈、哦，啊，志敏，前面路怎么样？前面路，我看到很多树林，都是倒下来的树枝哈、哦，都把古道都遮蔽了，不好走啊、哦，辛苦啊。一行人被古道折磨得心神恍惚，麦哥从头到尾就不知道他叫错了奕晨的名字。不过这不能全怪麦哥，这位拥有布农族和泰雅族血统的青年，竟然有个飘逸出尘的汉名，却没有原名，难怪人和名老让人连不在一起。五天前，奕晨对山里的事几乎一无所知，莱萨特别把他找出来，认识尤达斯讨生活的地方。短短五天，奕晨有如脱胎换骨。
瘦骨已经走到有点麻痹了。对啊。对啊，前面路怎么样？看哪一个？只有树根那一个是完全死的。这可以抓。我说这边是独木桥。回了，过了。又是一段崩壁。离开佐藤之后，已经数不清遭遇过几个崩壁，更别提一路砍不完的荆棘蔓藤。文献记载，早年安部当居，只要1小时40分钟，就能从佐藤走到根本。现在是围围战战，随随便便一个崩壁就可以耽误一个多小时。想要在今天走出根本没有路的根本古道，机会是越来越渺茫了。日据时期，为了推动台湾山区的油气活动，宣扬建设成果和自然风光，曾经选定玉山、太鲁阁、雪山、阳明山等地为国立公园候补地，并设置公共修博所，发行宿泊券及修博券，提供旅客住宿休憩。开芒草区就很舒服了，终于接回平路了。转过这个弯，我们就进入背阳面，会比较阴凉一点，路也比较平，希望可以持续下去。接到古道就比较好走。哎，小心一点啊！好。高粱哥啊，在前面帮我们砍路。其实背背包，然后边砍然后开路是件非常耗体力的事。你看，后面要小心一点。好。我们从佐藤出发，一直走到这边，离佐藤住宅所约2.2公里的地方，然后古道这边完全消失。依照莱萨的讲法，我们前面看到一个大崩壁，就是在对面。可是现在因为树林还蛮密的，所以看不到。两颗，这个是大的，这个是大的。对，还有小的。我们过的时候就会看得到。我们过的时候就会看到了，是不是？哇，我们从早上7点出发到现在已经下午2:15，其实整个路程 delay 的蛮严重的，大家拼命赶路。哎，又豁然开朗，路真的还算平。哎，大话不能讲太多。这一颗大倒木很大，大铁山。高亮在干嘛？那个是立下来，我在那。不行不行。啊！哎哎。可以吗？还蛮大的，没有落脚点。主要是这边若爬过去，下面落差很大，所以来他们做一个可以缓冲、可以踏的地方。当这种时候我就很好奇，那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就要有点技术啊。
所以你看他们这边已经有砍那个一阶一阶的，看这边一阶，这边一阶，这边一阶，然后跨过去。好贴心哦。没事啊，可以了吗？来来来来，哪条脚过去？所以我踩这边，对，然后脚这边。哦，那我右脚要先踩，对不对？你手脚，我手脚嘛，这边进，这边进，手手再来。耶。然后踩哪里？这边。好。废物。过了哈，软姐加油，软姐加油，好，记得，哦，哎，脚快没力啊，来，哎呀，干了，哎呀，好，那过来 ，OK， 啊，来。这边，啊对对对，那个哦地方，好了，这个还要进去嘞。接不来，接不来。我才走一点点而已嘞。啊？不到两公里嘞。不到两公里哦，五块嘛。左右啦，左右。路况非常的不好，然后现在又走到这种没有路的地方，所以我们等一下决定要下切。直接切过对山，因为根本住在所现在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要切过去，下切之后再往上爬。对。有他就够了，多可爱啊！好了，我们刚刚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吃个东西，补充一下体力。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进行下切，希望切的方位会对，因为如果切错的话，等一下爬上来可能就更麻烦了。还是要爬上个棍，左一下要爬上个。对啊，走了，走了，行。该吃透了，要不然怎么办？啊，这边就可以下去了。左边还有一公里半了，还有在那个古道。这是大挑战哦，没有路啊，来上。下去，这边下去哦。哪边？这边。哇！大包队在前面。根本古道反正已经没路，莱萨和向导决定放弃古道自己找路，反而摆脱了一种心理上的拘执挂碍，就像剑客忘记了招式，反而更加行云流水，跨入了本来无一物的更高境界。至少离开古道的这段下坡，大家走起来还算顺畅，似乎还颇有进展。这段很松啊，一定要小心那个石头不要滚下去，会扎到人了、啊。石头，石头，石头，石头！软姐小心一点哦。这边是一个大崩壁啊。你的屁股还好吧？没有刹车。没刹车。还有吗 ？OK。哎哎哎！有边了，有边，有边了。不要，你不要过来，你不要，你要危险。没办法，只眼啊。
来不及，石头把我掉下来。站不住。要往那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倒影？有边吗？这么可以下，这么可以下。斜切，斜切。哎，不要在下面，扶不起来。我今天不用我。走。不会的，我可以的。这边。就行，下来，下来，下来，扛不住车。鞋子里面都是石头了。你脚脚脚固下了。阿成，我的，你的画面过分了。我不管，我再上去重滑一次。哦。香蕉车又被破坏掉了。阿成，赶快过来，别走了。那个阿公说你根本就不会走路。走斜了。从出发到这边，到半个小时还蛮快的。可是我们从那边下，随时有危机状况发生。小心嘞！我们刚刚一路从上面滑，一路不能说滑下来，我们想要好好走下来，可是这边实在是石块太难刹车，其实应该要走正确之外，应该走 Z 字形这样下来，真的很难走，因为我也滑了好几跤，而且最讨厌的是，走回去吗？一路上有很多那种有倒钩的植物，所以我们过去呢，衣服就会被勾住，然后在其实，在山坡就是。麦哥就是他们在山头，就麦哥下来那个地方啊，还有很多荆棘，手抓也不是。你们看麦哥也是一路按照 Z 字形的路径走下来，就还蛮顺的。怎样？有没有被荆棘刺到？还好，有点滑这段。上面很多荆棘耶，就是那种有刺的植物。你看，不小心一抓就会被勾到划到。哦，好惨哦。对啊，我是有戴手套，可是。也是被刺到过，昨天还被咬人猫咬到，手啊脚啊都会被刮到，对，很难的、啊，有时候一抓就刺到了，习以为常，对，对啊，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走到已经有点麻木了，就是现在给我走什么路，我就觉得好像差不多平路，进、啊、入一种那种慌恍神的状态、嗯，所有的路都是平的，一下就封闭，一下就，所有的路都 OK， 对啊，接下来还有更难的，我们要往上坡，对、啊，根本。对面根本就看不到，起雾了，根本就看不到在哪里，根本没有路，真的没有路。啊！不但是根本没路，这段陡坡才让队伍里几位伙伴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会走路。幸好虽然狼狈，也都有惊无险，还能说说笑笑，气氛轻松。倒是陡上这一段又要考验走路的本事了，下坡靠技巧，上坡则全凭体力的硬底子功夫。爬坡没多久，原本用来说笑的嘴巴就只能发出沉重的喘气声。为了有效掌控原住民，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山区开辟警备道路，每隔3到5公里设置驻在所。住宅所依辖区的不同规模编制略有不同，大体上有警部、警部补、巡查以及相当于公有的警守若干人。此外，部分日警的家属也会常住住宅所内。下去那么多，现在上来又一个之前没有预期到的碰壁，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会笑。
好嘞，今天可能行程又会再度 delay， 不知道我们今天连根本住在所找到找不到都是个问题。李摄影大哥他们可能还要背一个大机器，还有小马种种，对啊，还有软件翻菜。哎，你在哪里？对面在哪里？没看到你呢。哦，看到了，看到了。在对面。有找到路了吗？有找到路了吗？就是那一条哦。啊，总算有点信心了，我们有找到古道。我们应该是要绕沿着山壁再绕一个半圆，直径100公尺的半圆。就可以接到古道去了。好了，天色又晚了，雾又跑进来了，已经4:10了。什么？好，他们要我们小心走。加油加油！这段崩塌切入花好多时间了，整个进度严重落后，很惨了。嗯，今天有可能要多待一天了，可能出不去了。只是有可能吗？不是已经成为定局了吗？对啊，这是保守的说法，其实心里大家都有数。今天应该要再过夜了。快到滴滴都没带。快到快到，最后一段下去。海上，我们终于过了，过了一段你说的大崩壁，还有一个小崩壁。小崩壁还在对面呢。啊，还没过。还没过。还在对面哦。哦，不过我们今天路程真的是比前几天都要来辛苦。我这崩壁真的太难走，也太高了，古道又非常的难找。现在已经4:30，天色又慢慢晚，我们必须要找个地方扎营。这附近有水源吗？有有有。再过去。对。对，应该我们在这边扎营。在对的了，在水源附近扎营啊。这边到从这边到水源要多久？应该200公尺左右。200公尺左右啊？真的吗？真是啊！你的话能信吗？哦，没有力气再走封闭。我们今天从早上7点走到现在，对不对？也真的蛮累的。你也饿了哈？来上你也饿了。对，我这都这一次咕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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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累了，打累。我也饿了，大家相信大家都饿了。那今天。摄影师大概也饿，没力，开一脸苍白。那真是要多留一天，真的是要多留一天了。我们离根本还有多久？应该一公里多了。一公里多，连根本都没到，你看。根本没有办法到了。根本没有到。对。今天本来是要因为大家名字是根本嘛，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到。啊，其实有点小挫折啦，就是没有预料到路况会这么的糟糕。哎，那这是不可预知的啦，因为这古道太久没人来走了。对啊，你看这完全是自己砍出来的路。对啊，不过我们还好有多带一些储备量，我们有带多带一天的行动量，还有那个预备量。对啊，好啦，大家我们再往前走200公尺可以休息啦。好，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走走走，根本走不到。我会找不到根本，看到你自己就根本。今天晚上要到清泉去洗温泉的。
看看明天哦。好不容易有一段平缓的路，大伙儿在这里总算能顺一顺气。于是我们这个五族共和的队伍就出现了此起彼落的国骂和各族的族骂，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一吐胸中快垒。可惜这些内容不能播出，否则大家一定会大开耳界。日据时期的警察权力极大，业务也是包山包海。日本政府还曾经以千手观音的形象美化并且说明警察业务。除了治安维护，在山区偏远之处，警察还担负基层教育、公共卫生等工作，俨然是殖民者的全权代表，难怪常被称为大人。晚上辛苦了，到了。到了，好。这什么？水。这是水。矿泉水。这是高粱吧？不是啊。是高粱啊，帮我们背包包那个高粱。赶快喝。赶快喝。干毒哎。赶快喝。啊。好。他等一下在路上睡着了。阿宝喝。好，现在肚子是热的，好，慢慢上来了。嗯，在这里。摄影师，换你。在两边。摄影师。喝了以后弯头会走成直的，会很快。哎呦。38。38。基本高粱。我得了，我得了，没了。一杯就好了。浪费。我的量不像他们呢。莱萨不愧是高瞻远瞩、经验丰富之士。按预定行程，我们该在今天走出古道，老人家不必备粮，酒也应该在昨晚气氛最嗨的萤火晚会上消耗殆尽。没想到他还有存货，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啜饮，提振自己跟队友的士气。当然我们适可而止，毕竟这不是康庄大道，微醺晃荡和喝酒驾车差不多危险。好，来找平安路。来上苍，我的平衡对他好，不要勉强。很难过。后面还有两台大卡车。高速公路来了。哎，还蛮好的。这才会珍惜路好走的时候。正中下怀。让我走，让我走，不要拦住我。藤蔓好多，藤蔓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啊，一直被勾住。大家都以为离水源只有一步之遥，200公尺，几分钟的距离，没想到又是倒木藤蔓崩塌地，做好扎营准备的心情顿时落到了谷底，信心濒临瓦解边缘。人类学家说，人类是靠不断的步行迁移，找到水草丰美的家园，才能确保族群的生存繁衍。于是人类生来就带着旅行的基因跟本能，只是我们在饥渴交迫之时，这200公尺的生存距离，路况不算差，难度也不算高，却有如万水千山，永远到不了目标。我听到水声呢，有水声呢。
有可以听得到哈，在那边呢，真的还蛮不远的，在那边那边。都那么好、啊，你听不到、喔？哦，没有，真的啦，骗人啦，很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往前走，应该就到了。前面路应该还好吧？我看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了。啊，不像那个士兵那边，士兵那边不好，对不对？对。啊，走了，我们赶紧喝水，我们的水都喝光了，赶紧去装点山泉水，止渴止渴。扎营吗？嗯，哦，好，到了到了，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哇，走了古道，走了五天，今天干脆就睡在古道上面，大家排排睡。宽两米的地方应该还可以啦，大家小心点，不要一拐然后睡袋就滚下去这样子。对啊，然后向导们应该已经开始准备，他们去找水了，等一下就会准备晚餐了。我想大家应该今天都非常非常的疲劳，连我都是，我的声音已经没有力气，很低沉，没有什么力气。他有一天了嘛？对啊，已经第五天了，现在已经五点，所以我们也走不到根本住宅所。对啊，一公里多。不过今天大家就露宿了啦，今天就没有帐篷可以睡，就是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不要小心落石，一人找一个位置，一排一排这样睡。古道上很多石头，我们可能要稍微对啊，清一下路面吧。嗯，哎，大家帮忙一下。今晚就被迫睡在当年的交通要道上，有点像无壳瓜牛夜宿忠孝东路的味道。不知道睡到半夜，殖民者的部队幽魂会不会拖着炮车从我们身上碾过。日据时期，统治者为了防止原住民反抗事件的发生，有效掌握山地资源，一度对原住民的移动加以严格限制。凡是离开部落游猎、探亲、交易，都必须提出申请，发给所谓番人旅行证明书。没有依规定的原住民，则取缔处罚。就想要在城市生活，真的很难。在外面吃喝拉撒睡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好像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多天没洗澡，第一次走一个这么长的路程，然后跟一群人连续相处这么多天，哎，就这个古道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小心到，哎，经过哦，老师，经过哦。包括定迁在内，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预期之外的滞留山野。自己倒还好，不知道山区情况的家人才是最心急的。不在计划中的一夜，存粮有限，向导大概端不出什么诱人的菜色。莱萨特别升起一丛萤火，只需要这一丛萤火就能营造出家的气氛，让一群有如丧家之犬的旅人安定心绪。后来我们才知道，意外的一夜竟然有意外的惊喜，在根本走不出去的根本古道。